对，啊、可以拔没有问题。不然我先藏起来。好啊，好啊。好啊Thank you.
话小心一点，因为已经都播出去了，所以不要爆粗口好吗？真的吗？嗯，我们尽量保持优雅。好，好啦，我们尽量不要有一些杀青的情绪，这样子。杀青很开心啊。我懂啊，我们尽量不要有一种刚睡觉被吵起来的那种。有，我还有起床气。我懂，你有起床气，很快。看到了，当然。天安。好，谢谢你哦。我虽然现在还没醒。我觉得影帝人真的脾气没有很好。哇塞。这是什么？自入的？没有啦，这是他们捐献的啦。捐我？没有自入哎、欸。有。然后你有什么要自入吗？自入就是你啊。我本人啊，你可以自入你的餐厅啊。现在有想事情，然后还有四神汤，然后是卤味，古早味炒饭，然后你要点点也有花生，还有水果，最后一个，对啊，我们想帮你办杀青酒，所以我就跟你说不要，就是他今天有特别的表演，待会就知道。是贝秀，是贝秀，我们应该有一些就是火辣野球拳之类的。对啊，不然呢，没有人看你脱什么脱，当然脱给人家看啊。我们都没有人要看的时候，我们就把衣服穿好。有人的时候，我们就尽量不要有一些不必要的装扮。不要跟他一直讲话哎，一直，因为我觉得他会睡着。有一点点，不会，你不要担心。可以不要拍照的时候就盯成这个样，你可以自然一点吗？哦，这样子哦，可是很帅啊。为什么？要紧，来我们家要去镜头前面做大头狗哎。哎，这是本节目最重要的粉丝截图的，没办法，就是爱你到前面去，然后来做一个爱的亲亲，啾咪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大头狗。哎，我现在是话都传出去了。哎，进来看什么？暗暗大明星耶！ Yeah, 欢迎谢晨君，拍手快点。Hello， 大家好，我是谢晨君。哎，哎，我是要跟大家安安，然后你是大明星，你是大明星，然后我们今天来让暗暗大明星。哎，今天这个对谢晨君来说是一个很开心的时间，嗯，然后也是一个就很辛苦的一天。真的很辛苦，这几天都很辛苦。虽然现在有人在我屁股，不知道在干嘛。你干嘛想说话？他在很认真的想要调出你最帅气的音质，因为你刚刚那个麦克风还没有开。你以为我们有收泵呢？对对对对。哦，他现在是顾着讲话都不理我，都不让我讲话。我有啊，我又要给你讲话。我们现在那个在处理那个谢晨君那个麦克风开的问题，于是乎我就得到可以跟他亲近的机会。好吧。什么叫好爸？我们两个的交情靠近一下会怎么样吗？对啊，我跟建安其实真的拜托，都几年了。建安呢，他已经好多年，我刚认识好多年，而且他看到我的时候都是在睡觉的时候，不止睡觉，还有刷牙的时候，还有刮胡子的时候，衣衫不整的时候，对，衣衫不整的时候，然后我所有的丑态都被他看过，不是丑态，就是最神秘的那个 一面都在我掌握之中。对对对对。然后那个今天很开心，在那个。今天晚上是甘味人生精彩最终回，对，精彩最终回完结篇。然后你们今天那个也是算那个，哎，
491集，然后今天去杀青拍摄。对，其实我们今天就是今天播出，但是我们今天就杀青了。今天白天去拍杀青戏。是，嗯。所以谢仁君今天人啊，整个非常的那个状态非常的好，非常有精神。现在整个就是有20几杯咖啡累积出来的。其实大家看得出来，因为我这几天因为拍，这几天为了拍杀青，就是整个人仰马翻，很累。你知道我们这个戏就是越到最后啊，就要非常铺陈，然后让大家就是要最完美的 ending 嘛。对，要 catch 他们的眼睛。对，所以我这几天其实都真的睡得很少，我一天睡1-2个小时，已经2-3天了。对，所以我刚刚今天白天杀青完，为了安安大明星，我又很丑在休息室睡觉。不要这样子，很累。刚刚被建安挖起来，你还在睡，你还在睡。我是这样没有错，但是我是为你好。我想说，今天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谢成君就是。今天除了甘为人生之外，还有直播人生。对，还有直播人生。我们今天要陪我们现在那个一起收看。对啊，我们现在安大明星在三立新闻网跟在那个 Vido， 两个那个平台都有在同步播出，然后粉丝已经开始有人吗？哦，对不起。就是可能没人。不会啦，谢成君要来，我们平常我自己很，我还从来没有做过直播。那你有老花眼吗？你看得到？你要回复吗？那个，对不起，我回家睡觉。我就知道他看不到，你们为什么要看得到？哦，好，有需要这么凶吗？你为什么要这样生气？你看，大家都说辛苦了，辛苦啊，謝謝，真的，對對對，真的辛苦了。大家都爱仔仔，为了呈现最好的戏给大家，我觉得值得。而且，我们今天在杀青的时候，在那杀青的一瞬间呢，就是大家都很感动。而且大家互相拥抱。我们刚刚还在讲说，哎，粉丝会不会知道你们几点杀青？然后于是乎我们就说，哎，每个人的粉丝专业都po200多张，所以全世界都知道你们今天杀青。对，我其实我本来要po，但是我还没有时间po，因为我太累，一回来我就吃完饭，不要这样，就睡着。刚刚谢成君一直问我说，那个谢成君刚刚一直问我说，哎，今天那个来这里要做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有很多种表演。可以，哎 ，OK 了吗？你麦 OK 了吗？他麦 OK 了吗？好，那你可以离我远一点了。我觉得你这什么态度啊？我可以要，我要打，我需要跟他们打招呼，对不对？随便你啦，这样可以吗？我这样会太凶吗？不会啊，不会啊，你平常都这样子、啊。我怎么平常都这样？我平常对你超好的，你建军真是没礼貌。哎，周小月、高珊珊、高珊珊、丫丫、丫丫，嗨，哎，他们问什么？哦，最喜欢仔哥了，我知道啊。哎呦，辛苦了，身体要顾好。哎，你知道你今天要来，大家很期待哎，赶快休息。帅气的仔，你不要故意念一些你想要做的事情。没有。刚刚谢成君说我可以来表演秒睡。嗯，哦，对，这是我的，像建安的他的专才就是讲话嘛，handle 全场。你的专才，我的专才就是睡觉，除了演戏之外。然后我刚刚还跟他说，那不然我们今天来玩一些火辣的，我们有一些就是。清凉野球犬也是可以，就是我们今天要吃这些火辣的菜，我们帮你办那个杀青酒，好不好？桌上满满的菜肴，就是我们对你的爱啊，很感动，而且你要招财进宝，什么东西都有，对对对，炒饭，那你想要，还有我最爱喝的是最罪恶的珍珠奶茶，你看 我超爱喝，但是我跟你讲，这是三立才有的，我们的二楼餐厅独卖，但是我都不敢喝，因为它会胖，不会，我没有跟他说你要喝的，它甜度冰块都有调整。真的啦，少冰少糖是不是？我跟你讲，这一桌大叫我名字许如华，嗨，好。为什么我有一个疑问哈？你说我没有任何得罪意思啊？为什么大家喜欢叫我名字？叫我名字？因为这样表示你看到他啊，不然呢？哦，谢仁君叫我，叫我，叫我这样子，那我就一直叫名字啊，随便你。是是好，从现在开始，谢仁君表演就是叫你的名字，所以你可以开始想要让他叫名字，就直接留言了。反正他今天状态上就只能叫你名字了。对，我现在才刚有点起床气啊。我知道，开玩笑的。他起床之后，他刚刚。我在睡觉，我一定要抱男神的料。他一直在我旁边，你干嘛这样？一直旁边跟你讲话，因为我就是我真的不骗大家，他跟我讲话，我一直这样，因为我起不来。粉丝，你们等一下就知道我对你们有多好。而且他刚，你们有独家的照片可以看，偷拍了我，我没有偷拍。经纪人在旁边，我有跟他说我要开始拍。可是你趁我昏迷的时候，那不是昏迷，那是一个男神优雅的一个闭眼的状态。很会掰，没有掰。我们现在来导播那个照片，可以随时 Q 给我们看一下。今天现场节目才有的，而且刚刚是经过我哎 ，Kenny Chan 高画质手机偷拍下来，没有偷拍。哎，开始。李婉仪，哎，有没有帅？这是我最自然的时候。我跟你讲是没有错。我如果再加上我手机里面也要刮胡子啊、刷牙，我可以帮你拍。帮我出写真集啊。OK 啊，你看我对他们多好，这是谢成君的右手。他连这个都拍。哎，左手。你有练手癖。我拍想要你们要干什么的，然后。你们猜这个时候他在做什么？
大家猜我在干嘛？把鸡乌掉掉。我在邓建安。不是，他在看电视。这个就是大家应该知道，这是我们的休艺人休息室、啊。他们不知道。那哦 ，OK， 我有 po 过啊。那我们休息室上面都会有一台电视，就可以随时看到摄影棚的状况。随时 Q 我们要感谢那个亲切的男神，然后准许我刚刚做这么冒犯的事情。不会，反正我在昏迷，我也不知道。然后我拍完以后，他就说，我就跟他说，哎、欸，我等一下秀给大家看。他说，好，好了，好了。然后他说，那我们等一下要干嘛？我说没有干嘛，就来吃饭。哦、我刚才没有跟他嘴说，我们今天有帮他准备杀青酒。所以你今天到底几点起来的？你们是三点多出班的，对不对？我拍到四点多，五点，四点。快五点，六点出发。我们要感谢剧组哎，因为他知道今天那个仔要来那个昏迷半小时就去拍外景了。我懂。然后那个今天剧组也很担心，就是你们那个下午的天气可能比较难掌控，嗯、所以大家都尽可能在中午之前赶快把大事完成。今天不是去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拍杀青，不能讲，不能讲啊。但是你要说有多厉害，你要形容一下。嗯，非常厉害。然后你。我厉害啦，还是我厉害啦，我不知道我厉害啦，看到知道就厉害，真的吗？哎，真的，我够厉害，厉害，够厉害，就是四大家族要火拼的地方，对，要火拼的地方，要紧的。我跟你讲，我昨天我有整理了一下昨天晚上的关键时刻，哎，让大家回顾的时候可以看一下。不过我整理的是杨玉泉，等下我先狗姐了，好的狗姐，声音有点沙哑，对啊，因为没睡饱，又被今天吵起来。你不要加后面那句，陈佑霖，嗨。欸、我真的很用心哎、欸！我昨天整理了那个很重要的三个关键时刻哎、欸，这样大家如果要去回看昨天晚上那一集的时候，才知道大概要快转到什么地方。昨天晚上的9:25的时候，老 K 诸葛玉的脸，那个面罩被那个夹亮，打开了，然后就掉下去，那个当下两个人就像照镜子一样，阿妈就一模一样，我是这样，原来是你这样子。我讲好演呢。我有跟雪凤姐问。你来演就好啊。不要你讲，雪凤姐，她对我有拄到伊。然后9:37的时候，酷赏领便当。啊，酷赏领便当。对。其他因为这部《甘为人生》里面有很多很多坏人啊，是。所以昨天陆续一直有坏人领便当啊，当然也有好人无辜的，有无辜被害死。那今天其他很期待，到底是周咬金会死呢，还是王乐乐会死呢？还是阿豹会死呢？还是哪个坏人会死？其他都很期待，真的，或是哪个坏人会突然变好？对，秒变好。对，所以这我们一个小时完结篇会非常精彩。昨天还有另外一个爆点，就是那个昨天晚上大概那个快要结束前10:27，10:27，哎，快结束是金库爆炸，哇，金库爆炸，对对，然后老 K 就挂点了。小金的三兆了，我跟大家讲好，你说，刚刚既然讲这些情节，我都知道，但是我都没有看播出。啊，你做拍戏啊？嘿，我就没时间看。没，你带你等你再看。所以其实观众比我了解更清楚。有啊有啊，我们要跟他们在一起，他们今天大家都在讨论。你好，那个叫他。他说本人超帅的。对啊。你臭屁什么？奇怪。对啊，谢成君就亲切，然后他在我们三立的地方就是出了名的人缘好，所以大家那个走在路上啊，就哎仔仔，然后他就很忙，他就从那个一进大门的时候开始跟那个柜台总机打招呼，然后跟警卫 say hello， 然后在那个地方可能他走到工作的地方可能要走半小时吧，一连路都要聊天，差不多要聊，一直要聊天，真的，他们本来想说帮我铺红地毯，我不用麻烦了，对，他走一小时，要不要先吃点东西？我觉得你有一点那个。我们可以知道多少人吗？你说什么多少人？我怕没有人，总共啊。哦，真的吗？他一直在按那个啊，菲菲的爱心啊。我现在这边是三立娱乐新闻吧，然后还有个 Vito， 要两边加起来。哦，要两边加起来。对啊，这边现在都有200多。200，才200多。不要这样，是5点，5点这样很多哎。真的吗？废话。不然我骗你干嘛？骗你有钱吗？好，5点就是快到6点，然后大家现在想下班，然后你又来了又不敢离开，然后上车又不敢开手机。OK OK， 好。但是你知道你今天很忙啊，所以一定要5点先来。他们都帮我解释268。你看，然后如果有人还在那个 Vito 上面的，然后哎、欸、这是新闻网的 Vito， 好了随便啦，我们都有，我们有两个平台要加起来才算。OK， 然后欢迎大家都去那个两边留言啊、分享啊，因为今天谢成君也有拍照片要送给大家。对，我今天拍刚刚拍很多照片，还有加上那个你的偷拍了
你要送吗？我可以骑啊。那个不要好了。对啊，你要那个我自己正常。那个黑黑的哎。对啊，欧米玛不要了哈。都没有打光，然后你准许我放出来，哎，再放一次好了啦。谢成君很喜欢那些照片，他很爱在那里睡觉啊。他其实就在那里那个休息啦，不是睡觉。我跟你讲，我一定要说，谁不喜欢回家睡觉，喜欢在那边睡觉？哦、对，谢成君啊、脾气超好，任何一个人在那里面撞到他，他都还跟他说对不起。我跟你讲啊，那就是我平常在这个电视台睡觉的椅子、棉被、枕头。对啊，那张椅子是你自己买的吗？是粉丝送的。我靠！对，棉被也是。真的假的？枕头也是。对，所以我都在这边睡觉。这他陪伴我好几年了。那件衣服，谢仁君穿了400多集都没有洗。我有换，好不好？你我啦都有，都因为都是灰色的。对啊。粉丝都知道，我就每天都看你穿灰灰的、啊。对，因为我都穿灰色的，然后穿那个有毛毛的、啊。因为我很低调，我就喜欢穿灰色的。我们今天就是让大家知道那个男神的日常。嗯，然后在日常就是这样子。对，我应该刚把那个你刮胡子那些照片找一下，给导播帮你那个。我最喜欢在那个，可能会很丑，那头发也很乱，邋遢，胡子也没刮。你男神呢、欸？男神就是随便拍都好看，真的吗？对啊，你看他跟我说我们今天来聊什么，你就一直教他们就好了、啊，我们也不用特别聊什麼。真的吗？你有什么想聊什么吗？有一些出片的计划吗？他们说我皮肤超好。好啦，你开心就好啦。演技进步好多，我都挑好的讲。我当然知道啊，他们怎么可能说你不好？不过就因为就是今天有一个新闻，就大家可能会想要听谢成君自己跟你们说啦。嗯、好，就是说谢成君演的《甘为人生》赚3000万哎、欸，哇！超多钱的，我可以偷偷讲吗？你说啊，快点。不这样有点不尊重、哦、媒体的数字不太能相信。啊，你不要这样子，他们是帮你用换算的。啊，对啦，他们觉得我有这个身价啦，所以我真的谢谢他们。所以他如果没有这样的话，真的没有3000万了。行情很公道。其实差没有啦，没有啦，但是真的没有这个数字。因为我觉得他们这样写的原因是因为你有说你今年想要买个房子、啊、对不对？对对对，你拍戏真的是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帮自己做了很多人生的累积、嗯、然后我们知道宅其实在投资啊理财啊一直以来都很有自己的一些作为。真的没有，然后开餐厅啊干什么的、啊、这开餐厅有啦、啊、但因为我就是完全想好对理财没有观念，所以国宾哥才叫我说一定要买房子当存钱、哦，所以我到目前为止，我到这把年纪都还没自己的房子，所以我想说这两年开始积极的找一个，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小窝。大概想要有多有什么？就20-30平左右。那、啊、你想要买在哪里？我就是你要请粉丝帮你看房子吗？电视台附近 OK、啊。你要在公司附近？内湖啊，南港啊，或是我现在住在中山区嘛，嗯，中山区附近可以，因为我从小到大都住中山区、哦。所以那如果他们有什么好的那个标的物要私讯给你吗？就来私讯给建安，建安再 pass 给我。网站弄给你。嗯，好啊，好啊，你开心就好。那反正大家可以私讯到安安大明星，然后也可以私讯给谢成君、嗯。然后谢成君其实是一个很孝顺的人，然后他其实在这次拍《甘为人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像比较是从头到尾都一直比较一直看得到你。然后尤其柯威在突然之间就成了大家在看这一出戏的某一个精神指标。因为其实这部戏是我加入三立电视台。第一部从中间才开始演的、嗯、之前的几档都是从头演到 尾，那这一档是快200集的加入。那你为什么之前不来？所以一开始我压力有点大，因为之前我在内地拍戏、哦、所以没有时间加入。那加入的时候我又跟林文一搭，那林文一年纪小我甚多。怎么会？你不是25吗？虽然我们看起来很登对，看起来没差多少，对啦，但实际年龄我一定要打给林文一下，有点小差距，有点觉得心情不是很对，所以一开始我其实有点紧张，嗯，对，因为我跟文一第一次拍对手戏，是演一对，那演了一两集之后，其实发现，嗯，没想到我跟他的默契这么好，那、嗯、所以后来这一对高可薇跟严巧玲，慢慢让观众喜爱，让我们自己演的也更得心应手，真的。嗯、然后今天晚上甘为就要这样子，默默的进入了。最终会你有点感伤吗？我们干嘛突然间一起那个咳嗽？其实说实在你会太热吗？我本来不会，我本来只要开一点嘛。我想脱光可以吗？可以啊，太热了。好，我帮你。让别人开空调，故意的。多一点点。男神来。其实那个外面公耍了。你讲啊。我要讲什么？我不在。其实哦，对，其实因为这部戏真的
播了很久，观众朋友也看了很久，没有很久，是他们一直以来快两年的时间了。对，那其实说实话，大家拍的都很辛苦，所以有点累，所以其实大家都有点期待要杀青，但是这两天，尤其这两天。我觉得我也没想到，或者说我今天看到我们今天真的真正的杀青了。我看到很多工作人员演员在脸书上 po 的一些文章跟照片，大家都好感伤啊。对啊，我真的始料未及，大家原来大家，我觉得因为大家相处了一年两年的时间了，朝夕相处，对，我觉得我们相处时间比家人还多，所以我觉得那个情感的建立是累积到这个程度，每天一起几乎吃三餐在家宵夜耶，就吃了啦啥。睡都在一起，所以我觉得那感情会更容易累积起来。然后这两天，然后你知道那种，你们就是经过一年四季的变化，对，就像一家人的春夏秋冬一样。对的，真的。所以你刚刚看到我在睡觉的那个外套，我真的有换。冬天的时候，我就会换更厚那一件灰的，记不记得？有很厚那一件，对对。那春夏就换。但它里面通常都没穿。对，我里面没穿原因不是因为爱露，而因为我身材也不好，我不是因为爱露，是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化妆弄头发，我们就麻烦，不是麻烦。如果我穿 T 恤，我穿脱我会沾到粉，我会弄到头发，所以我就穿这个先穿的外套。对啊，那让姐姐啊、阿姨啊、妹妹啊，好，他们帮我收化妆之后，我就不用穿脱，就不会沾到，沾到粉了。不过那个谢仁君今天人到现场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剧透。他今天这身装扮就是，啊对，这身装扮就是我今天在，就可以讲了，讲啊，就是我们就是刚人生的 ending 的，我就穿这一身打扮。哦，对，因为是裤子也是吗？牛仔裤，牛仔裤是啊，是啊，都是啊，内裤也是啊。嗯，好，所以柯威今天穿这么潮是去哪里？你们去夜店？没啦，我们去庙拜拜。雄厚。真的啊？是吗？所以杀青戏会有看到你们去庙、啊？其实这个讲应该没关系，因为大家知道，不管台湾的八点档或是国外的戏，其实基本上 ending 一定要是 happy 的嘛。一定要啊！一定要 happy ending 嘛。很重要的事情。不，没有 happy ending 被砸电视、啊欸。他这样拍你那个裤子很辛苦，你站起来给他拍啦。他裤子很潮哎、欸，还有很多的那个。就是牛仔裤啊。哪有？就是很，你这样很像那个男团艺人。你看，还折裤管。这就是谢仁君的日常，白色的腰带，白帅帅。你不要故意镜头带到你，然后就在那边装那个没有装自在啦。我跟你讲，因为我真的很少直播，所以我很不习惯。所以你今天来这里，你知道我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是在新加坡跟黄少祺，结果我们黄少祺也没直播过，我也没直播过。金姐就拿那个手机给我们说，对他们，我们就一直看，一直看。他们说你要讲话，你要讲话。对啊，你要讲话啊。我们都不是要讲话，我们说要讲什么？他说你就叫他名字啊。因为我们俩都不懂，就很怂。所以今天结局你就是白马王子。嗯，不能说。其实算是了，但是我觉得今天结局会有一些，就像我刚刚讲，会意想不到的结果。哎、就是欸，他想要有人留言蛮好的，想看仔仔吃饭，哎、吃一下好不好？吃饭哦，好。对，你要吃？你们想看什么？你要吃什么？我知道大家直播，我吃豆干好了，好不好？哦，好啊，随便你。你要不？哎，我吃水果了。他要你吃饭呢、欸。吃饭就满足他吃一口嘛。那我可以要求那个安安大明星喂我吗？可以啊。好，你要多大口？卡塞嘴耶。要有肉食吗？我是 man 哦 ，man 哦，对，不要有肉食。那个大明星吃东西都要小小口。我懂，我懂，我懂，我懂。要有形象。好，等一下，等一下。你要豆干还是花干？不用。好啦，吃豆干。好，豆干，豆干，花干要是没的，没，我一口哎、欸，贡丸要也要吗？真的不用。啊，天哪，我要喂男神吃饭嘞，好害羞。看起来就是没有喂过别人吃饭。真的啊，笑。啊，你要给他们拍照一下啊。好啊好。你是很吵，你是好。哎、欸、主持人欺负来宾。味道。有卫生纸。他的鼻孔，有啦，什么那么有？龙五，龙五，好不好？要吃鸡吗？哎、欸，真的味道鼻孔哎、欸，我好没有味道我的脸。其实我知道，因为今天平常在就是报仇电视台，对，然后一直说我太帅，我知道他平常就趁着时候要欺负我啊。好啦好啦，你好饿哦、喔。他今天从回来就一直在，你就蛮饿他这里回来就一直在睡觉，所以他真的很辛苦。好了好了，
好了，我们可以吃水果喝东西。我花很多钱买哎。我喝这个。你不是要喝珍珠奶茶？不要。啊，帮你用啊。那会胖。你到底要喝哪一罐啊？我喝柠檬。那、啊、你喝这个好不好？我不用喝啊，这都买给你喝，你没喝完就带走啊。你晚上等一下来直播，你等一下去 Vito 哎、欸。对，那留到晚上给我。留到晚上。不用啦，等一下国民哥就来了，你要。你不用请他喝吗？那吃剩给国民哥吃就好。吃剩给国民哥，啊、国民哥你听到吗？吃剩才要给你吃哦。我等一下就跟国民哥讲，国民哥反正你等一下在那边。他是我爸爸，没关系。我懂啊，所以你对你爸爸也是没有什么太多尊重。他是我前辈，虽然是我爸爸，他也是我前辈。我懂，我很尊重他的。好了，啊，你真不要再吃一口。对啊，拜托了。以我们的交情，有、啊、你等一下，我跟你说，我是真的饿了。我知道了，给他拍一张照，那你要很帅的，真的啊，那就好了。拍一张照片，有谁啊会帅的？有你啊，快点啦！很难得哎，啊，你要看镜头啊！好，竟然好了，好，给你。啊，开心吗？你要喝汤吗？我不用，谢谢。拜托，四神汤哎，很贵。好，水果。我喝饮料了。哎、欸，叫他们。我跟你说，我今天就是走一个明星的日常，让他们看到杀青后的你。怎么了？仔仔不要被骗了。怎么？建安存心要养肥你。建安，你心机这么重吗？我跟你讲，仔粉都知道，我跟仔哥是真爱来着。嗯，你的生日会啊，干嘛？你call我就来。啊，这倒是真的。对对，我跟仔啊、嗯，我的生日会，我的粉丝朋友都知道，建安当我主持人，我真的太感动了。谢成军什么感？而且他一句话、嗯，他完全没有犹豫哦。都没有啊。像他们邀请我来，安安大明星啊，哦、我犹豫了一个月。真的，嗯，大牌嘛，是这样子。你在制作人面前这样讲，然后就不给他奶奶面子。我跟你讲、嗯，我真没时间来。我跟你讲，我今天好紧张、哦、我连睡觉都没时间。今天那个预告啊，一直到中午才敢上。嗯，因为到昨天为止，他们都说谢仁君今天到底可不可以来，都没有人知道。然后我们就很紧张。哎、欸，要帮你擦一下嘴。其实哦，真的你要这张卫生纸吗？啊，问建安真的就知道我真的很惨，就是没有、欸、不想惨，就是真的很累。好了，谢仁君不是故意讲那种字，他只是第一时间的反应。他真的很爱他的工作，这是我明确知道。没有粉丝朋友知道，我非常喜欢拍戏，是。所以你看我，他们说很厉害，就是番茄吗？五四，我爱恭维了。五四三二，我精神就来了，但咔我就，所以为什么我态度真的很差？为什么我可以秒睡？哦，好，吃一下番茄。我问，哦，你不是那买给你吃的啦？好，嗯。我们要让你有皇帝般的待遇啊，好不好？好，不要喷汁哦，你不要把手机。你上次帮谁要我写真集的签名啊？他说谢谢。他们啦、啊，他们就拿来，然后就翻开你穿内裤的那一页啊，然后说想要写在那一页，我就帮你帮、哦、他啦。等一下，我要叫人了。好，你叫莫小妹、张金惠 ，Hello。嗯，我前已叫过了。你等一下，你现在声音太低沉，你可以真的吗？扬一点吗？莫小慧，对，张金惠，对，这样可以吗？还可以啊。就是我们每一段叫人要有不一样的风格，拜托你是多变的。哎、欸，他说文怡来看了，我老婆来看了，真的、哦。啊，人在哪里？哎，老婆，少在那边故意给我放闪啦。对啊，他们还在讲说不知道哪一幕，他说哎、欸，人都拖走，老婆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你不要让他去哪里啊？他们昨天讲的、啊，所以有一幕是发生什么事啊？哎、欸，他们写的很好笑，反正你知道看那个我们八点档的人啊，真的很爱在里面找一些他们自己的乐趣。今天有抽奖吗？原来你们不是为我来的，是为抽奖来的。我要走了。不要这样子啦，他是说 Vito 就是老 K 那个。哦，老 K 抽奖、啊。老 K 抽奖那个有啦，那个在 Vito。当然有抽奖喽。然后今天有那个送那个宅的那个睡眼惺忪照。哪有帅啊？而且宅我刚刚拍的啦。宅今天那个就是、嗯、要给哪一集自己哦好。仔今天是走那个白马王子路线，他就知道今天要拍帅帅的东西给你们，然后还要求我们腰部以下不可以入镜。好。哪有啊？因为站在他的胸肌，而且我看哦，这里面有几张是后来开口啊，没有开口，只是那个另外的，请上三类新闻网。好，哎，那你出一个题目，我们给他们留言，然后那个我们在两个平台各选两张，你要署名。问一个问题是？对啊，比方说今天是第几集，三位人生也好。好，他们一定知道哎，那你知道吗？我当然知道。哇，你好棒哦！不行，我要问一个问题。好，你问。现在就问吗？啊，不然等一下问吗？你以为直播到十二点了？对啊，我想留下去。好啊，我们等下七八点还有啊，对啊。刚刚建安，我要问的问题，刚刚建安喂我是现在桌上哪一道食物？是水饺呢，还是卤味，还是炒饭，还是四神汤，还是炒面、
哪一样？它会有哪一样？好，食物。那我要跟大家说，有两样。对，有两样。对对，嗯，那个加那个，那个加那个。所以正确答案要讲两个，是不是？对啊，那有一个那个在这里。嗯，可是那个上面有加一个东西的那个。嗯嗯，好，这答案应该。然后开始留言，对，就是开始留言喽。炒饭加什么？好了，炒饭加。哎、欸，真的开始有了、欸，有吗？他有写对吗？你是番茄了，不是、番茄是另外的，另外就是、欸、有哎、欸，有、啊。那我认真看，不好意思，炒饭加什么？我说第一样，第一样味闻，就是那个熟食的。哎、欸，番茄是熟的、有人答对了，等一下再看呐。哦哦哦，很多，你让他们给点时间嘛，你不要这样。他们一直叫我叫他们呐、啊。啊，就叫你就叫好，你叫你叫你叫。啊，你现在到底是要让人家答题，还是要叫人家？你不要这样诱惑别人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哦，真的没人叫我叫他们了。对啊，你这不会先让他回答问题。回答回答问题。他们现在想要你的照片，嗯、然后因为会署名，然后我们会在三立新闻网跟在 Vido 这边，然后各选两个，好不好？那你们要留言加分享，就我待会签名，对不对？对啊，嗯、然后不够送的话，大家不要担心。谢承君今天晚上就一直待在三立，所以可以再拍。我特别喜欢那个拍立得拍出来的照片、哦、真的吗、嗯、为什么你说我觉得拍立得拍出来的照片比任何你用什么柔光啊或是后置啊弄出来效果更好看哦真的吗、嗯、我觉得啦可是我觉得是因为你帅吧我讲你不好意思这样讲啊、哦、对啊所以你很早以前就知道你那你大概几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帅大概五岁吧没有啦了，你五岁就这么有。我说实话，我这辈子到现在，我真没从不觉得自己帅过，我没骗你。下班摸着良心讲，真的啦。可以下班，你是你当时摸了胸肌啊，良心没有在那里。我的良心在家。乖仔，嘿，真的你不觉得你自己帅？真不觉得自己帅。那你什么时候把自己晒这么黑的？哦，我是天生黑。欧巴队，我是欧巴队，所以我小时候我小学的外号就叫小黑人。小黑人，嗯。有遗传，因为我家全部都那么黑。真的吗？对啊。可是我看过你妈妈没有很黑啊。哦，妈妈没有啊。对啊。爸爸啦，我是爸爸黑。哦，对啊。所以我全身都是黑的。嗯，连屁股都是黑的。我觉得你不要一直故意，哎、大家翻开写真集就有。对对对。那时候就是大概就很有感觉。嗯。欸、我们通常吼会在这个节目里面做一个镜头前的大头狗。嗯。你准备好了吗？你教我怎么做？就是去那。去哪一集？去这集吗？他要去演大头狗，然后就是在很近的地方。我一个人吗？哦、不玩嘞。哦、oh. ，你是大明星啊，我们是帮大家谋福利的。你是在那个地方跟他一样什么，带啾咪啊什么这样子。我最不会装可爱的，就天然可爱啊，不用装。帅不是天然可爱， oh. 会不会讲话？我要吃面了，会打加面了。现在吗？不然你要等几点？哦、oh, 好。那你要跟他们在大头狗的状态讲一个悄悄话。悄悄话。要有爱的哦。你男神，好，我看到，哎、欸，不然我问他们想要听什么，啊，不要这样，不用了，我直接了，直接好。我、哦、现在好多人了，你赶快现在讲，他们要截图，太近了吗？可以吗？你自己可以看一下电视，你现在大概就是这种状态。在后面一点啊，在后面就撞到桌子了啦，他屁股吃到我的那个厚片吐司了，可爱一点啦。我爱高克威。这样会不会太自恋？不会啊，真的吗？有点太硬了。真的吗？对啊。我看我真不会装可爱，我连鬼脸也不会装。哎、欸，我跟你讲，我们今天这段节目啊、嗯，就是真的很为晚上那个、嗯、今天晚上你带了一大群朋友要去 Vido 聊天。对对对，带很多甘味人生的演员一起去跟大家聊天，嗯、看我们的 Andy。然后我们还要认真的帮一家人就是做宣传。对，因为今天晚上一家人就会那个、嗯、对，接着播出。对啊，对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密切那个期待。哎，我们有准备一家人的那个预告吗？有吗？啊，你要看一下吗？嗯嗯嗯。那我们先看一下，然后那个我很想看你的好朋友短版的啦。哦，里面都是我好朋友啊，每个都嘛是。嗯，几乎都是。几乎。嗯，几乎都是。那妹夫呢？妹。好，可以看了。不是我们，你都不懂我们的流程。我们有一个很老梗的那个，人、嗯、家说请看这样子，请看。对，但还没有，这是比较少，哦、因为导播通常跟不上你的 tempo。好，那你准备好吗？好，嗯。你现在有点不耐烦。没有，我觉得你有，而且我觉得你不开心。我觉得我以后我真的要常来上，一定要啊，我才跟得上你们的 tempo。我跟你讲，你今天完全就是走一个无 run down 的，就是。聊天，我跟你讲，我最喜欢这样符合我的个性。没有，因为我知道你今天太累了，这样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最终回的台词。没有啦，讲两句来听听一下。最终回的台词。今天啦，哎呀，你有什么重要的那个台词？
那文官我怎讲看卖啊？今天你八点一定要收看，是吧？我是讲你高课位底下在讲，高课位像底下叫你在讲，里面没有特别，所以你今天我没讲话。我跟我讲话，你今天干嘛讲话？我都罚钱。我今天来宾啊，讲上侪话是对王乐乐讲的。好，啊你讲两句啊，咱参考者。王乐乐，你没有哭丧，对你的牺牲，我跟你讲，伊是来拍耍，就拢个袂记得啊。但是头壳内底就是够安尼，一段两段三段四段。我跟你们讲，我们的台词这么多，每天剧本这么多，所以我们真的练就，拍完秒忘，我们就忘了。因为要记新的，马上记新的，真的很厉害、欸，这真的是一件很厉害。所以你是金鱼，记七秒，我大概记十四秒左右了。你最厉害的本记过多长的、啊？你有印象吗？我有印象深刻。我有一场跟李燕，不是这一档，上一次吗？对，上次午夜戏我讲了快四页，三页多，快四页。小燕有很多文，午夜很多，我知道两个人几集字啊。而且我们剧本刚拿到，而且我记得还有哭戏，里面所以里面很多三角形，然后你还在那边没有台词很多，全部都台词，三角形也有对。但是我跟小燕，就我跟小燕默契也很好，我知道我们。完全没 NG， 午夜完全没 NG 下来，我们自己闪，而且我们那部戏就那场戏，我们就是很投入，我记得还有流眼泪，对，有，我印象那次那个事情受到很多的关注跟讨论，对，我们这段时间大概导播也准备好了，哦，好吧，所以我刚才讲，请 VCR 请看，好，现在吗？不然等一下吗？你要打几点？我觉得你今天都故意做很不配合，好的。你等一下，你要酸一点，这样看。好，要很酷吗？随便你啦。翻可爱一点。VCR， 请看。那位小春哦，乖个很乖。最后电源找我叫小夏，拄好去跟我挂断来。哦，小秋，小峰，小峰啊。春夏秋冬，拄好好，花甲鸡两台。西方物件真客气哦。什么的温暖啊！冰箱啥拢伊六个早拢对好啊，一个大波，你唔知迄种感觉啊！哎呦，三立台湾台上新八点动大戏，一家人。哦，我们今天晚上就是在那个甘位之后的一家人，里面都是你的那个好朋友，都是我的好朋友，真的真的。然后大家在这个新的这一部戏里面，就是要给大家有温度的东西，这样子。我刚看预告就觉得很温暖。温度，温度应该是温度，因为它里面啊，就是家里面嘛，其实还是会有一些那個。甘味人生也很有温度啊。我知道，但是他就是讲甘味人生温度超高的。我懂，我懂，超高的。今天晚上是整个都爆炸高，都快沸腾了。有，昨天晚上金库都爆炸，砰，那个300多度吧，是这样。常常爆炸。没有，就昨天的时候感觉就是很愉快的那个概念。然后那个大家现在期待的就是叫名字，不是啦，你要选那个照片的那个。你刚刚的题目啊，忘了是不是？可是刚刚过了很多怎么办？啊，就刷回来啊！你是当作他一去不复返、哦？你会不会用手机啊？哦，好了，那叫你查他上直播吧，你又不知道留言可以回。要选几个？这里这一只两个，这个问题两个。哎、啊，你还要再另外一只给我，也要两个。你看我们制作人都等你等很久。所以我待会讲出来名字，你会帮我记起来，对不对？一定会尽量帮你记起来。是是对，怎么了？要按哪里？你知道不是用同一种系统手机，我就现在还有人在叫我执行长。有啊，你不管演过什么，他们都一直记得。你到底要不要选啊，执行长？答案是炒饭加豆干，好吧？感觉很愉快。我哦，太刷已经过太多了，所以我都没看到。对啊，我自己帮你刷啊，这怎么都不会动啊？哎天啊，这台不会动哎，要紧，我好害怕。这还不会动。他说：“仔哥吃东西爆飙破500、哦，所以吃东西人最多。”对啊，都没恭维哦，讲你家都狼狂。讲你后，他们都很知道你在干嘛。建安哥跟仔仔都很帅。谢谢大家支持，就支持谢仁君，就支持安安大明星。对，我们今天要找你来，大家真的是用生命在期待。真的吗？拜托，他们昨天两个晚上不敢睡觉。半夜三点还问我说：“仔会不会来？”好了，看要多么期待。我答应，我答应一定会来。他出班了，他应该中午就会回来了。对，然后中午回来的时候，他们两个在餐厅喝。天哪，然后回来两抱着还哭哎！哇，现在就要来 ，over 了。没有。好，
他们不懂我们的感情。真的，有啦，刚刚粉丝说你们感情很好。有啊，是真的，是真的，我们感情就是很好。仙人君是一个很多朋友的人，所以大家跟你到底是要不要挑啦？你在挑媳妇、喔？我不晓得有没有找到刚刚那个。我这边都看到了，炒饭加豆干的、啊，因为答案是炒饭加豆干、啊。是啊，不然呢？哦，好了，我刚马上看到一个了。好，周彩玲。等一下，怎么写？周彩玲。周彩玲。还有这个，啊，这没有周彩玲答对了。周彩玲的彩是哪个彩？有三有那个吗？就周彩诗那个周彩玲是。哦，蜜字旁的玲，蜜字旁，周彩玲，好，周彩玲，周彩玲哦，好，然后再另挑一个，快点哦，大家另外那个，现在他在新网上面挑，然后在 Vito 这边赶快来留言哦，现在炒饭加豆干，詹千怡，詹千怡，好，詹天佑的詹，千万的千，仪态万千的仪，那这边也要挑两个，仁义仪，好，那还有点难滑，那你还是要滑一下。马上就有了，炒饭加豆干答对了。哦，这秒就拍下。王延文，王延文，三横一竖王，延是女字旁，研究的研，右边、哦、对。懂懂懂。文是语文，上面下雨的雨，下雨下面是文章的文。天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再一个。对啊。好，来，我而且我猜对了，炒饭加豆干，好。他们两边就有点，不要又挑到同一个人。赵慧晶。哦，好。哪个慧？慧是智慧的慧，金是崔台金的金，草字头下面一个青，对。OK， 照片送完，好，开心。送了四张，是不是？四张啊、嗯，然后后面他们还去看，就分享，我们会把那宰的时候那个即可拍送出去。嗯，好，嗯。然后今天谢成君算是一个功德圆满的状态。嗯，因为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对啊，就跟你说吧，一下子而已，一小时过了，还没，就四十五分钟，四十五分钟，我让你休息、哦，你也可以继续聊，可以聊六点、欸，这感觉还没聊完，对啊，哦、好，没事，下次再来，你自己说的、哦，我说的啊，你不要随便开支票，可是下次可以不要半夜三点让他们问我说你会不会来吗？下次让我前一天睡眠足够一点再过来，那你下次来我们来唱歌，你为难我了，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我这两年声音变得很哑，所以大家知道我讲话。对对对，很多人以为我讲话声音故意变低，真的不是故意变低，因为我声音变哑了。他就是在，所以我就变习惯。感冒的那一次去拍了一场戏。哎、欸、哎。然后就从记得从那一次从此之后，我声音就哑了，声音就稍微有点，就是也不是真的哑啦，因为我应该想说他还是可以让他那个哑的感觉不见，但是讲话要轻松，就要少一点去什么哪里要修饰啊或干嘛的。因为你拍戏要长时间说话，因为你沙哑，所以我就习惯你会让自己声音压低。我懂，不会逼车。我知，所以一度开始讲话的时阵呢，你也要讲话声较清气一点。所以很多人说这样很有磁性，我不是故意让声音变这样子。我以前声音是很清亮、高亢的。我懂，反正他也是一种老天爷在把你往男神的方向在塑造的。一个氛围，男神都这样，男神都这样啊！ Oh, okay. 拜托，就带点神秘的气息，然后皮肤黝黑，扣子开两颗，这个不是我自己开的，我没有那么爱露，是他帮我帮忙的，是我帮忙的。我刚刚这样子哦，我就这样太一直开，一直开，把你长辈借大家一起喜欢他。看看大明星是普及的，我们今天有一个健康的地方，快点呐！每个人来都要做一个感性的事情，哎，说，就是要有个梦想留言板。嗯，你这样子入行算几年？好感，十五年了。哦，真的？天哪！你说你三岁就目前我开始演戏的时候是目前，所以从幕后不算的话，三岁开始，两岁半，两岁半，十七岁半的你就是入行十五年，这十五年来啊，你可以为梦想下一个定义吗？这就写梦想是等等等等等，谢成君是我的梦想还是？就是你为梦想这件事情送给所有的观众朋友、粉丝朋友，任何的话都可以。对对对，你的梦想是要买房子啊！不要再写我要买什么三房两厅的什么那个什么地方，那个房间要有衣物间，要有衣物间吗？要啊，当然要啊。哇，仙人君字好美哦！梦想是，梦想是满桌菜肴热腾腾，怎么？哎、欸，因为这我乱讲，你不要理我。
我继续帮你看有人在留言或干嘛的。大家今天要那个哦，就是从今天开始天气比较差啦，就是晚上啊干嘛，就在家里看电视就好，不要到处跑跑照，好不好？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然后那个今天晚上阿安大明星结束之后，那个仔还要去 Vido， 晚上还有一个就是高原生最终回，我们今天来了卡斯相当坚强的。今天是六月十，今天六月十四，十四，嘿，哦。那你要把那个你的梦想版亮出来，然后自己讲一下。哦，你真的很够。我觉得大家的梦想就这样讲。我怕你。既然讲说可能要买房子啊，要娶老婆啊，要生小孩啊，要买好车啊，对。以前我也都是什么梦想都有，什么目标都有，但是现在我的梦想是这个。等一下，可以看了吗？可以可以，这个豆干。为什么要看梦想要吃豆干？就是为保你，妈吃水饺。好了，看梦想，好吧？我的梦想是这个。再讲，谢谢陈君说的，自己念。我的梦想就是要开心的生活。嗯，开心的生活，为什么？我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譬如说大家知道我们拍戏很辛苦，那但是如果你很开心在做这件事情的话，你做的任何事情。我觉得对自己本身也就会更有意义，我觉得它的出来的结果也会更好。是，所以做任何事情，不管是跟家人、跟朋友感情的维系建立，或者是你对工作的热情投入，或者跟朋友、跟任何事情，在人生中每件事情，你只要用开心的心情去面对、去做，我觉得你得到的效果、得到结果，我觉得一定是开心的加倍会回馈给你的。我懂。对，所以心态很重要。真的耶，就希望在这种状态当中，然后要不管你的理想目标是什么，都不要忘记这个，最终回到自己的时候，还是要能够开心的生活。好，不要那个让大家那个压的那个自己喘不过气。我们啊，每个都要留三张自拍。自拍啊？对，就是三立新闻网要放上去的那个独家的那个小小的。这样自拍啊？不然要怎样自拍？哦，我很少自拍啊，就拍啦，超不自恋，拍到再丑都要上传。你刚说再什么？再丑，再丑都要上传来。来，好。啊，你按到录影？哎，按到录影了。Sorry。啊，现在开始录了啦，你有事吗？怎么弄啊？他上面写拍照。他是日文。这个人写日文的哎。啊，等一下。帮我弄一下，拯救一下。他现在是录影。哎，我啊，在你旁边是网红老王啊。哎，拍一下老王的脸。老王今天站在老王的脸来。嗨。一二三。哎，我帮你啦。好，一二。也好，会，我帮你，帮你，帮你。好，拍完自拍，然后写下那个梦想留言板之后呢，其实就告诉我们今天那个直播就是要结束了。对啊，欸，真的意犹未尽哎。就跟你说吧，你还在那边跟我说你不要来。我没说我不要来，好不好？我刚刚叫他起床，拜托，那跟要他命一样。我真的太累了。我说好，你等我一下。我说快一点，来不及了。人家跟你约四点半，然后硬是要一直睡，一直睡，一直睡，睡到那个，我跟他说，哎，要化妆哎，已经4:35。你看我多挺，我要爆一个那个男神的料。他在过来这边之前，总共大概上了5次厕所。好，因为我太紧张了。没有，因为我他经纪人跟我说，他是那个全三立台湾台八点档男演员里面最爱上厕所的人。好，现在大家知道，很高兴。你下这个 ending 你觉得合适吗？合适啊，那表示你新陈代谢很好，永远身体健康，然后大家都可以在八点档一直看到你啊，然后今天晚上。就还可以再跟谢腾君聊天。好了，真的很开心来到安安大明星，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过来。一整个时段都是为了你，你看那边有个仙女，有没有？嗯，咖啡色头发，然后现在手那个捂在下巴，哦，那边打字，对，就是他最想要你来。哦，真的吗？对，哦，在拨头发，哦，拨拨拨拨拨，他不知道我们在教他。嗨，哦，好。下班了啦。好，那我这个可以打包回去吗？可以啊。真的吗？真的啊，这些都是那个。但是前面那个，这就是我的酬劳，对不对？前面有背一张悠游卡，那个人他去买了。
很辛苦哎，好吧，啊，旁边那个人出钱，就大家是制作人出钱，对对，哦，okay, okay, 他们要报公账，啊，他如果说不行，这个你就要自己付钱。没，真的很开心。还再吃一口吗？不，没，吃个水饺，招财进宝，好不好？安安大明星哦，今天就在喂食谢承君吃水饺的画面当中，我们要告一段落。好，拿来说句话。我还没要恭维啊，我就是要唱那个讲话，那一个满嘴饱满的黄金，然后让你可以好好的跟大家。没有，今天真的很开心的，叫安安大明星。我真的觉得我跟你很好，我没有想到那么的轻松自然。废话，我跟你那么好，就是让你宾至如归，回到家一样的感觉，好吧？而且他们这里都在上班，然后那边也在上班，其实桌上都偷开看直播。真的吗？对啊。我以为他们看你看烦了。我觉得你这样子很超过。看我有看比你烦吗？你看491集哎，对啊，我们他们欲罢不能，是勾引，就是一个很厉害的491。刚刚很多人说柯威不要走，柯威不要走，希望继续看到柯威。好好，晚上那个7:45，哎，几点？下一个通告忘记了，不会电了，8点，对啊。你看他都这样，8点他就开啊，你要跟他约7:45，他就硬要记8点，所以刚刚才会在这里预告啊，拉那么久。真的吗？对啊，你要把5点就要开始，我要你他我要最完美的样子过来啊，他就脱光啊。好，就这样。好了，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安安大明星。真的，谢谢你们。我们今天很开心，请到谢承君。然后今天晚上就是《刚刚人生》精彩最终回，一定要请大家密切锁定29台。嗯，好，我们在 Vido 也可以看。待会8点要跟大家见面了。8点的时候来 Vido 看，我们在那个每个广告的时间，然后可以让我们这个兼容，哎，兼容，兼容，坚强，并蓄。你还有咳嗽了。好了，8点都瞒你啦。8点，你哎，8点还是你吗？什么叫还是你？什么态度啊？8点还是我们两个。哦好，那8点要来看。还有江国斌啊。8点，我们两个扣子都接到这边。我不要，好不好？我没有你的本钱，那可以谁给你扣子剪那边？8点还有江国斌、江国斌、王一杰、瑞生、李瑞生，还有新会，新会，还有好多人、哦。有时景，有时景，还有谁？还有谁？晚上8点超坚强的啦，就看我们直播就知道了。晚上8点围炉，好不好？然后同样这桌菜，没吃完的这些都会给江国斌。就是这桌菜。我觉得江国斌会很生气，我等下要跟他讲。我去那边好，那那个谢谢安大明星今天可以让那个谢承君大驾光临，男神来到这个地方，格外觉得到处都是闪闪发光。蓬荜生辉，跟你讲。好，跟大家道别了，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仔，我们待会8点见。8点 Vido 见，然后谢谢大家今天陪仔跟那个我们在安大明星，然后谢谢仔仔这段时间，然后对我们那个台剧8点的付出。嗯。不是辛不辛苦的问题，就是真的觉得他很用心。我们付出事小了，希望大家真的能准时收看我们。然后大家的支持就是对他最好的，没错，喜欢回馈，谢谢安大明星，下次还要再找谢承君来哟。谢谢，下次再来，拜拜。计划买那也怎样？起码我做这个，等你爬回去就送了。加油，快点！我一定赢你。三立台湾台上新8点动大戏，一家人。这是我来培养新品种的兰花，我是要用你来替伊红名。我穿好衫，排好的包包，我就会当加较侪机会，当认识一挂好嘢查甫人。啊，若是成功，这个世界会改成小小人的，是要安怎？钱无重要。那查甫人会当对你好，给你一个安稳的家，这才是上重要的。我一定会做出成绩给你看，让咱两个人过好日子。三立台湾台上新8点动大戏，一家人。我真是将军的爸爸，怎么惊？你那时候选的对象，阮做爸母一定爱讲很喜欢。老弟，感激我老弟。你那真正是大好教授啊！安尼我嘛较有面子，我拜托你，好安
照顾伊。三立台湾台上新八点档大戏，一家人。难为小春哦，乖个贤惠，最好第二早叫小夏，拄好去讲话挂断来。哦，小秋，小峰，小峰啊！春夏秋冬，拄好花甲鸡卵台。西方物件真客气哦，一定真温暖。怎么的温暖啊？冰箱下头伊六个早拢对好啊，一个大波，恁猜伊都感觉啊？哎呦！三立台湾台上新八点档大戏，一家人。